身体发展的饮食发展的所以我父亲是个善良的人啊，但他在家中绝对是个严父来的，但严格特别是儿女啊，孩子们要严格要求啊，特别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哦，这一种啊很 strict 啊，如果做事行为有什么偏差，他是很生气的，而且很坚持，只要认为方向对公司对社会有利的，他是会义无反顾的去做，他不会害怕失败，不会害怕困难跟挫折。这一点是一直影响着我。一年前行3000公里，一日之功。请向陈凯西老先生之灵前行3000公里。地之功，善之功，三之功。